他给大家表演的是陈氏太极拳。 在1995年，与李连杰、赵成军等九人一起当选为中国当代十大五星。被国际上誉为太极王子。在1995年呢，王二平老师获得了世界五十锦标赛的太极拳冠军。94年，获得第12届亚运会，获得了太极拳的冠军。1993年。 获得了国际太极拳锦标赛的太极拳界的冠军。表演的是陈氏的56式竞赛套路。 套路也是一路二的综合，斜行傲步。我跟你讲，也会变，一般吹气都会。可以讲。 刚正脚，能着，这二路动作，哦，它也是一路二路那些典型动作综合。